今仔个课吼，即个解读解读，是我参与即个民政府了后，豆豆啊，对家己过去对台湾，也是对即个政治遮个认知，一个讨棒啊，吼，一个认知反省的过程啊，所编辑的即个一门课，毋忘即个即课。上了大家对即个媒体、对政治、对国际新闻的消息，有加一层的敏感度啦。哦，咱继续来看解读哦。咱第一个爱解的是思想读啦，因为台湾人哦，经过70年扭曲的教育了后，咱的头壳，我们的头壳内的那颗脑，已经思想完全错谬了，哦，咱头壳内底思想的认知已经偏差真远啊，甚至呢，咱若讲这是白，啊，台湾人就想讲啊，这叫做乌的安尼啊，思想弯曲啊，台湾人的思想弯曲啊，哦，思想弯曲啊，台湾民政府是真的还假？要怎证明？咱在座的各位，恁是安怎会来？朋友甲恁介绍的对不对？啊，敢有人敢若看网络的消息就来？敢有？哦，有人。敢若看网络的消息，伊就会来呢？这实在是勇气，真大的勇气啦！哦，啊，有的是朋友讲甲要死啊！一个亲情讲到脑后破，还阁未来。啊，有人啊，无咱来听看卖。有人讲这诈骗集团啦。啊，我过去就是因为吼，老爸爱落加入万，我想讲惨啊，因为诈骗集团骗伊啊。啊，我来听看卖，敢是诈骗集团？我要来破解诈骗集团的对啊。结果来听了，煞我去用破解啊，吼。真的假的？来，这是美国高等法院网站的这个伊落这个案件，咱去告美国，伊拢会记录啊。啊，这网站找到的。我拄来上课的时阵，拢是民政府给我的资料嘛，我得先假设民政府甲我骗，伊做这资料甲我骗，所以这资料敢若民政府内底有尔，外口找无。啊！我倒转去找你，我得上网去找资料。哎，真的找到这个嘞 ，Roger C S Lin 哦，啊，就是这个资料。啊，结果呢，真侪人咧批判民政府假啦，告无赢啦，失败啦，无成功啦，拢是下面这句啦，遮啦 ，deny 呢？你若用迄个网络的迄个 Google 的翻译，你甲翻下去叫做驳回啦。意思就讲，这个案件驳回啊，无接收啊，啊驳回要想啊去啊，安尼这骗人的，民政府骗人的。实际上呢，这个谜啊，这个是不是驳回？这个谜哦，到了去年的年底呢，咱伫美国请迄个律师伊来演讲，就是这个律师，伊来演讲，伊伫桃园大饭店的时阵演讲。咱的青年团的这个同心，也是讲咱的青年团的委员，用英文甲问 ：What mean is denied? It's different about reject. 就是 deny 到底是啥物意思啊？甲拒绝，也是讲驳回，也是啥物意思啊？我有听伊讲啊，现场都听伊讲，伊讲。Deny is not reject. Deny 的意思不是讲甲你拒绝啦，驳回的意思。伊讲一句英文的俗语啦，伊讲 Deny means today is not your day. 你的时间无拄好啦。Deny 的意思是安尼啊，伊讲你这个案件来的时间无拄好，法院无法度有充分的证据资料，也是讲参考。而且文件会当甲你做裁决啦，
这叫做忍耐。在这个时间进前，一堆人在外口讲，哎，民政府骗人的啦，驳回忍耐，英语袂晓看，实际上英文是咱解说较对，还是外国人解说较对？迄因咧讲的无语啊，当然因的认知较正确啊，因为咱是透过翻译的啊，实际是安尼嘛，干那讲台语就好啊，要形容乌色，乌色色。乌乌乌，哦，啊，乌乌暗暗，乌嘛嘛，乌咪嘛，他这样子乌，啊，你免啦，换作英语，啊，乌实实，乌乌乌，乌嘛嘛，啊，你免啦 ，black 嘛嘛，啊，乌就是乌嘛，嘿，诶，乌伫迄个印刷界是有分几啊站出的呢，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咱迄个进前的迄、那个。案件的判决书，在咱后壁有一本册，哦，台湾最终关系地位的第三本，诶，七八几页遐有这个记录。我嘛想讲，诶，这敢会家己拍字的？他个人的思想弯曲啦，我的思想就真弯曲啦，因为我都唔相信嘛。敢会家己拍字的？诶，去找，真正网站嘛是有这资料呢，唔是无的呢，唔是。即、这个民政府家己头壳想破，想出一套论述，啊来编做这物件，甲大家骗啦。实际真正有这资料诶，你呢？大家如果会上网，只要上网查，都查得到。美国有办公室啊，咱有设办公室啊。啊，台湾人讲啊，这办公室啊，你若有钱，凊彩你甲设拢嘛会使。你要甲设一个，迄、那个我来叫做我姓潘嘛吼。我若要甲设一个潘政府，啊，甲设潘政府，我若有钱，拢嘛会使设。哦，啊，有人去听人讲，哦，对吼，假，都真正明个，互你看，啊，大家台湾人嘛，阁会想去歪，啊，想去无影无一只。同款文件，有人阁想着啊，讲哦，你啊看，哦，这是印刻啦，这是公资嘛。实际上，足侪文件拢是安尼啊。只要是物件出来，台湾人就分两种：一种你若让我看到，我就相信；一种你若让我看到，我阁会想出一个无相信的原因，予你听。自由时报报到今仔至少已经十五摆啊啦，啊，联合报报12摆以上啊，中国时报6摆以上啊，电视拢有报，拢有倒班民政府的消息啦，咱大家敢有看到？咱对这种无感啦，无感觉啦。这种记录呢，这不是我家己胡白编出来。实际上，你若照这个时间点去查，每一个迄个报纸拢有刊这个消息啦。但是台湾人已经被政治炼狱炼到无感了，对这种讯息无感了。去开记者会。哦，这应该是真的吧？够有人画个出来啊！哦，这些 Four Seasons Hotel 啊，四季酒店，哎、欸，你 Hotel 要开什么记者会 ？Hotel 是咧困的啊，台湾人的认知是安尼啦。啊，这记者会啊，公关公司有钱就会当办啊。你若一个新的证件、新的文件、新的事件、新的代志出来，台湾人就会更加想去挨个。都拢有理由会当去解释个假。日本天皇接受，咱摕一堆咱台湾民政府的机啊入去。伊讲，哎，凊彩摕啥物机啊，拢会使入去啊。啊，无你甲摕5000机入去看卖。有讲，哎，有人讲，啊，你这啥物机啊，拢嘛会使入去。有人摕台湾国啊，你台湾国青色的啦，甲民进党的小可差小可无同安尼，摕入去，啊，入三机入去。啊！翕一张相，讲啊，阮会客入去啊，先讲啊，咱这是客1-200G入去呢，安、尼是压入去呢。但是有人讲啊，这拢做戏啦。靖国神社卫灵芝，阮家的亡狗无代无志，人会来阮家的亡白亡，干咩？
袂嘛，对不对？啊，在座各位的是大人，的神主牌啊，也是蒙，敢有人无代无志的走去遐甲伊陪蒙，安尼袂嘛，一定要有关系嘛。啊，是安怎来去走去靖国神社？因为靖国神社内底有咱台湾人先人的名牌位伫遐啦，是因为安尼咱才去靖国神社啦。不是咱要表演给人看，讲靖国神社啦。我嘛是因为参与台湾民间文化，才知影讲，原来咱有30000多名台湾人，为着咱的过去、咱的祖国捐躯、立正。二战丧失他的生命，保卫这个国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面。啊，未来民政府进前偌济人知影？在座的各位敢知影这件代志？唔知嘛？啊，是安那咱会走去靖国神社，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啊。啊，有人佫讲啊，这假啦，这是种社交、国民外交啊。歹势。讲这个是国民外交，所以这个愈到后边愈讲这款话的人吼，你越显出他的无知啊，越显出他的无知啊。主要是把这长的新闻啊，电子报、电子网站，2月27号，长的啊，就看这个消息啊，这么大的消息还是有人看不到。还是有人不知道，一个诈骗集团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了要诈骗你来这边上课，越觉得不合理啊！哦，越觉得不合理。美国的官员来咱台湾民政府的各州办公室，这高雄州、这台中州办公室演讲。参观，啊，发表一寡简单的迄个声明，人就讲，哇，你这用钱请到有啊？台湾人思想顽强，讲啊，你这请临时演员嘛？啊，伊讲讲英文，台湾人也听无啊？你有感觉这讲这个话真正足含的啊？啊，讲这迄个时阵，这个美国官员来讲。就伫遐咧争，即讲啊，这是现任的，唔是啦，这已经是落任啊啦，伫遐咧争这啊，这就是台湾人对这种即卖国际的新闻，也是讲咱即卖台湾民政府咧做的代志，的认知已经拢无法度掌握，无法度了解，啊，就唔知影要安怎回应，啊，就讲一寡五四三。这个司法官员伊来演讲的时阵，伫台北的国际会议厅，啊，即咱网站拢有中文的翻译啊，啊，咱大家人去看，伊到底讲啥？实际上，伊咧讲的只不过是咱咧看迄本《新台湾论》的一个重复声明尔，吼、哦，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去过美国了，咱知影即个国际法律，伊是甲即个国际法律重复声明一次。这新的呀、啊，咱搁要去过啊！美国的那个国家记者俱乐部，啊，咱搁要去过啊！过这个，这是一个新闻过了哈。啊，这是咱要去过的一个文件的这个封面啊，顶头才有一个。哦、啊，这个是被告啊，这个是告这个主要告诉人啊，才有写这秘书长的名，这夫人的名啊，这是台湾民政府，安尼。台湾民政府是真的还是假？大家真正爱认真去思考，爱去追求这个真相。来，我们简单一些逻辑测试哈，因为我们思想已经错乱了啊。有一些小问题可以测试我们头脑里面的思想是不是错乱的哦。这是我过去自我的问答、啊。有白光、红光、青光、黄光，对不对？都有嘛？
有 不同颜色的光嘛。我们能够看到红色的，是因为它从大自然，还是说从这个光的反射出红色的，就从这个光波里面反射出红色的光波，我们才看得到红色嘛，对不对？那有没有黑光？有没有？有吗？有。你刚才你就跟我说黑就是黑，黑就是完全没发出光，叫做黑啦。所以没黑光这个东西，黑就是已经没光了，所以叫做黑。哦，没有，没有黑光哦。有无黑色的小白兔？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你干嘛有黑色的小白兔请举手？大家放轻松啊，这个不是考试啊，哦，啊你犯错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是一个在演讲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回应嘛。你觉得有黑色小白兔请举手嘛 ？OK， 好，放下。啊，你觉得没有黑色小白兔请举手啊？好，放下。啊，没有举手是不是怕我会害你？哦，答案就是没有了。当我问你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的时候，你心中想到的是右边这一只吗？对不对？它是黑色小白兔吗？事实上呢，黑色小白兔，小白兔就是白的啊，怎么会有黑色的小白兔呢？如果它是黑色的，它就不称为小白兔啦，它叫做什么？如果它是黑色的，就是小黑兔嘛。那如果它是灰色的呢？哎，大家都清楚啊，这就是逻辑啊。但是我们的逻辑跟我们头脑里面的那个 image 印象，跟我们的认知是错乱的，是错乱的。就是因为这七十年错乱的教育，让我们对很多事情。真多代志的认知拢是错乱，拢是偏差的。就对这开始啊，投降典礼，对这开始。在这一天以前，我们是战败国，大日本帝国战败国。这一天以后，我们被骗，原来我们瞬间从战败国变成战胜国。中华民国变成安尼，哦，那本来做凄惨的嘛，天皇倒行啊，咱输啊，咱败啊，结果迎来接收了，哎、欸，你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在清朝的时候，你们就是中国人，我们赢了，哎、欸，熊熊，那么马赛的阿北打的哦，笑出来啊，哇！原来我是战胜国，啊！就挖去中华民国，啊！就洗脑，甲其他去，那是错乱你啊！咱袂记哩，咱原来的位置，我们原来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哎，一旦错乱，就造成万劫不复的炼狱现象。到今天，我们看一下影片一，认知错乱造成的。这种现象，你捌美国公司无？啊，你捌美国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什么？敢订咋种啊？啊，日本啊，日本敢订咋种？哎呀，在日本订的，阮都拢在美容风河的，都唔知。你准你几岁？八岁。哦。啊，你是什么？跟你讲的，你讲你知。现在咧，心脏咧跳咧，走美红光河啊！个，但是迄阵囡仔拢蛮在。阿尚，你阵住伫台南？台南，哎呀，你十只阵只。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点啥东啊？对啊。迄个美红光河诶。啊啊。诶诶。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诶。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诶。中国来吗？
中国要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去，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日本兵，日本兵要转去，民国33年了。所以你对阿伯阿公的，敢对？倒位唔对？记忆这件事情哈，记忆这件代志哈，诶，时间的延长，这有些扭曲哦。伊讲伊两岁的时阵，伊知嘛？哦，顶礼拜今仔日的中昼顿，你食啥物？迄都唔知啊，啊，你两岁知？但是心理学内底咧讲来讲，有可能童年三岁之前，大环境的刺激。会造成你深刻的印象，有可能，有可能你知道空袭这件事，但是实际上什么人空袭我们这件事他不知道，但是后来经过教育他会接不对去，他跟你说的事就已经矛盾了，对不对？他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日本管的，中国要来日本要走啊，咱也日本啊管的，啊日本空袭台湾，过年放炮，敢会放倒去家己的房间放？没嘛，毛放你外口。啊，伊这個矛盾就是产生在这里，这个是认知错乱呐。德斯维人认知错乱呐，就是问题出伫遮。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这是第一站。我这个课需要给大家对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这个认知切断的啦，爱甲大家对中华民国救出来，救出来台湾这个位置啊。70年来已经教育成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啦，中华民国已经死了。我们看一下影片二，死就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怎么样给1912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呢。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呢。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聊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有一篇秘密的演讲，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一部分人这个幻觉啊，中华民国还存在，现在可以关掉。可是怎么解读呢？看看国民党他们所李敖讲对不对？对吗？啊，这个幻觉我们还在啊，多数的人还在、啊。中华民国完全被封杀了，但是这个幻觉还在，而且这个幻觉没有办法除去。我们一直拿着中华民国，以为中华民国的那个旗帜，把它视为象征台湾国家的旗帜。
对外宣称我们爱台湾，我们效忠这面旗帜。我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幻觉到现在一直都还在，而且每一次国际赛事、国际的那个一些场所，不论是运动的，是什么比赛的，拢同款，真侪人会摕这面旗啊出去，讲爱台湾。啊，那用飞雕，啊是提雕，啊，就心肝作硬的，作艰苦的，因为咱的感情去有白底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顶面呐，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爱台湾呐，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土地长出来的人呢、啊，我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啊，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土地啊，爱我们这一块土地的人民呐、啊，但是我们的认知错误了，嫁接到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然后再利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我们宣称。这个叫做独立的国家。那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去国际社会到处碰壁，结果我们不知反省自己，然后检讨国际为什么这样子封杀台湾？其实不是封杀台湾呢，是封杀中华民国哎，只是我们被他绑架进去了。我们看一下影片三。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这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哦，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那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好，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娣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这新闻敢看无？敢真正看无？我跟大家讲哦，一台多少钱？讲美国禁止官员参与台湾官方机构等等活动，对不对？这句话对吗？对吗？但是新闻这样讲啊，可是我们台湾人看不懂啊。他刚刚不是说禁止使用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禁止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说法，只能用台湾。啊，他多爱这标题不是说中华民国是被封杀的。所以当新闻媒体你运用台湾这个字跟中华民国这个字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他到底在指谁？要切开来。所以他说新闻的感片嘛，因为新闻通牌媒体第一要要求的就是模糊，然后混乱用语，混乱用词，让中华民国这个词
等同台湾的时候，核能自动会把它连接上面，连接上去。所以当国际媒体在批评所谓台湾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不悦不满。可是当这个台湾的名词你把它用中华民国替换过去之后，你会知道国外媒体在讲什么。所以现在这个新闻要怎么解释，要变成美国禁止官员参与中华民国机构等相关活动，安尼开始健康了。所以你看伊最后一条，只能用台湾的名字，而不能用中华民国的名字。啊，都爱李卫哥如何求？我们的两国，上面两个的两国，刚好外交部有外交部吗？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双向圆升旗，沈履循回来去有蔡黄朗质询了。沈履循说，其实他说的话就证明了，其实没有外交部了，根本都没中华民国这名件呀。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这个概念，一定要把它除掉，一定要把它切断，你的认知才会醒过来啊。这是今天去台湾人最该吃到的认知问题啊，这个问题吼、哦，影响很深的啊，有点像吗啡，吃得茫茫啊。哦，那说了，我中华民国获得全世界什么美签三十多个国家，哇、哦，这爽这爽哎！哎，这个新加坡新闻说，那个我们有一个新闻说，亚洲排名贪腐，台湾排第三。哦，很艰苦的，就是这样。在运用这种词汇的时候，如果衰尾的吼，都台湾啦。啊，何康的赞的吼，外交很成功的，都中华民国啦，就是这样。媒体都在用这种手法在玩弄啊。所以我们的头壳里面是什么？中国闹。我们所有认知都已经是中国化去了。中国闹。我们是台湾嘴。出去哦，我是台湾人，有无？那出去国外 ，Are you Chinese? No, no, 台湾 Chinese, no。我一摆去意大利了，啊，食饭食了，哎，迄、那个意大利的厨师，因为阮团的算食到上到尾啊，人拢先收单，啊，伊的厨师已经拢收好，啊，就出来外口，迄门口遐排队安尼，啊，阮出去的时阵，伊甲我讲，孔令吉哇，啥物意思？不是啦，伊甲我当作日本人啦。哦哦 ，no no no， 我有那个 Japanese， 我有台湾意思，有回来也是台湾，台湾伫倒位。哦，来拍解释啊，我来讲，迄阵英语较破啊，就讲 Japan top， Philippine bottom， China left， 台湾，哦，阿也知哦，台湾。其实伊嘛唔知啊，那中道现象就是安尼啊，咱拢摕这支旗啊，哦去走，啊去比赛哦，爱台湾哦，啊就是拢这种现象啊。我们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等同的现象，就会产生这个。啊，新闻弄诶，对这些新闻都会对这些现象加深你台湾跟中华民国的连结，伊弄诶特别薄。哦、我们的爱国的选手、哦、在国外啊，那种欺负你就说，哇，你看看韩国又欺负我们了啊，咱得用情感认同啊，就说对哦，韩国啊，就网络一堆就在那里骂在酸这样。中毒的原因就是因为教育跟媒体啊，一直在深化这种印象啊。这个最新的民调啊，你看连民调都有这种现象啊。他民调的一个题目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然后去做民调，你的没得选择呢，你只能针对这个题目去做民调呢，你只能认同 yes 或 no 呢，那所以民调出来变成什么？哦，65.8%支持，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个民调数据一出来，是不是又加深了你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现象？对不对？你看完就是这样子嘛。但是事实上，你这个东西要切断呐、啊。这个民调跟卢讲了，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这个叫二度中毒了啊、哦！这是一次中毒，这二次中毒。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要改国号，建立新的国家？74.6% 不必要加深，所以中毒二处、三处、四处，到尾啊麻痹啊。所以现在有人啉高粱的，就这无代志，已经习惯啊，已经习惯啊。啊，咱已经中毒，咱已经习惯啊，习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甚至。领导者都是这样子讲的啊，不是吗？我们看影片三之一。这镜头一开始是按倒边的嘛，对不对？啊，倒半杯水了后，下面那个镜头变过来，变这边。我问大家，水倒满了，镜头按倒一边，啊，真正的镜头按倒一边，倒边嘛。真正的镜头叫做属实的。这杯水叫做媒体，叫做教育。这杯水，咱今仔日就是要把这杯水摕走，啊，无咱永远看的拢是倒变的。正确看作唔对，叫做假；啊，假看作真呢，就是安尼。迄、那个影片看了，接续有几个媒体。影片还是图片信息，会帮大家慢慢啊，甲套出来，安尼大家就知影新闻咧讲啥物货哈。美方的态度啊，美国安怎看中国？安怎看台湾？安怎看日本？是安怎台湾所有大大项项的国际有关的代志，还是经济？国防，美国拢有意见，是安怎？美国会当有意见？大家无感觉介奇怪？为什么美国导师都可以出意见？中华民国他们这群人也在出意见，就是没有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意见。我们看一下影片四。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强的。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36年来的首次。没有想到大陆方面是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就表示说，双向原生棋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36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原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也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看看有啥意思？美国表示啥？坚持一中政策嘛，一个中国政策。啊，什么叫做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人搞不清楚啊。我想来讲台湾人搞不清楚，是因为台湾人对于一个中国抱有不同分裂其的那个分歧的意。认知跟意见呢、啊？因为一个中国全世界就是美国在联合国内底，他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先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一个中国。但是伫台湾这块岛屿内底，政治当局这些人，伊跟你讲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安尼甲咱洗脑，所以咱台湾人的情感唔但去互包伫内底，唔但去互绑伫内底，甚至咱阁会支持伊讲法，伊的讲法讲对，不能一个中国，啊不能个一人不能要请美方放弃一个中国。伫顶边迄个学运唔是有去美国开记者会，遐、那个学运领袖去美国开记者会，伊讲诉请美方放弃一个中国政策，结果。问题是，你诉请美方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表示你承认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啊？啊，跟你学运在爱台湾，其实根本就是思想分裂的嘛。爱台湾，结果台湾其实是中国啦，根本就是思想分裂嘛。所以思想认知都破乱了嘛。诉请美方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是不是等同于？认同两个中国，问题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席次，中国只能接一个席次啊。你两个中国，中国人最爱搞分裂。你看历代，有人跟我讲啊，我们中国吼、哦、过去迄个时阵吼安怎安怎，我讲当时中国过去什么朝代什么5000年3000年，我第一日甲问啊。战国七雄哪一国是中国？秦楚魏齐韩赵燕，对接中国。我跟他们三国魏蜀吴哪一个是中国？五代十国，那个有十国呢，对接的是中国。那根本都不是咱现在讲的国家啦，咱现在讲的国家是中国哦，就是1912年那个时候开始。有中国这个东西，以前那也不能叫中国了。阿伯，你怎么定义中国？啊，对，现在教育部的人，伊就把这历代拢改连社会，因为拢有遵从儒家思想，因为每一个皇帝起来就是拢对他们的老祖先、老师公追封至圣先师，哦，万字师表，哦，拢甲堆落，哇，阿伊遐读册人就感觉足欢喜的。起码是做样的哦，对，安尼咱支持解放的，因为知识分子会动乱呐、啊，啊，所以伊要给安抚，啊，叫他知书达理的儒家的人士帮伊治国啊。小可讲较远哦，咱回来。所以这事件了，沈宇寻甲讲，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啊。啊，什么叫做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他都在那些新闻。诶，记者无讲，自从台美断交36年，有无？台湾什么时候跟美国建交？哪来的断交？他要看新闻，要这样把它解开啊！那个台，你那个改成中华民国，诶，就通了嘛，就正确了嘛。自从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36年以来，啊，第一次可以这样子。
在那个什么双向原生期，但是嘿，美国否认啊，不不，他都在那，所以讲侬事先不知情啊，所以唔叫这个新闻出来。这个就是现在媒体很严重的问题，两个名词在混用啊，蓝蓝这会，盐甲糖蓝这会，你咪那个变出来，变未出来啊？啊蓝这会啊，那弄个蓝这会，蓝这会用。你拿的是新台币吗？还是中华民国币？拿出来看看。有人讲啦吼，有人讲，有人寄一张1000块的相片给我。伊讲，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已经遗失了。如果你发现你那边有找到，请把它寄给我。1000块啦，听完我四个小朋友，好。我们看一下影片五。替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关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事，只不过是他们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台北新闻综合报道。替外头排排站。呵。来，外国人真清楚，台湾人真模糊。这新闻就是安尼看，大家看有它的重点在哪里？上个应该知影吧？重点在哪里？对，没错，金马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国籍上要写什么？没有问题吧？哎，太公，还要这么麻烦，还有这种什么国籍的困扰，刚有问题，一点都没有问题呀、啊。如果他不写中国，你写台湾还更奇怪、欸。对不对？但是媒体哈、哦，你才多少款？台湾护照呢？台湾有护照吗？我不敢讲，两个名词一直在互换，一直在做混乱的动作，在做洗脑的动作。过来，这个又叫一个议员出来讲，金门人啊，金门人是什么人？哦，那你知道他会怎么讲了吧？然后新闻，这种新闻都是报一次、两次，或者是当天的早上，大概8点以前的新闻报过之后，他不会这样子像主杀的跳楼的刚跳24点钟，哎，迄种新闻拢袂安尼，迄种新闻拢甲你报一两摆啊，交代一下就过啊。迄个不是讲咱去甲吹出来哦。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新闻里面还有一个重点，新闻记者去跟 AIT 的人问 AIT 发美签对不对，他跟他问、啊、他怎么回应，他说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啊，什么意思，表示他不是新鲜事嘛，啊，这也不是问题啊，对不对，金马就是中国嘛，各位注意看，记者跟加一句话讲，去问外交部，外交部回应怎样？我们还要再研究，什么意思？研究报告出来，你就惊死啊！原来台湾不属于中国的啦，重点是这啦，记者袂当去约落啊，去约落去用开除伊啊，知无？所以这个新闻袂当像那个洪仲秋安尼，这个才有，这个一过去做啥物代志，啊，因家啥物人细汉的相片拢啊揪出来，啊，啥物
无法度做到遮油，袂当连续报，袂当一直甲报几个月，因为这甲咱心事有关系，爱家做落约落，台湾人就醒起来啊，所以台湾人唔能醒起来，台湾人那亲像植物人，困伫病院里面啊、哦，恒温哦，啊你雄雄一天你醒起来，啊我要回来。去给你煮一支肉吃下去，你又睡去了，是怎样？因为你就要睡啊，你家里的人才会继续给我钱啊，你就要躲在这里，我不知道有收入，啊，当然你还继续睡，我这个位置不知道坐得住，当然不能站起来，啊，你如果用一个站起来，那就给他攻击，共产党，恶魔，笑的他就会被贴这样的标签，啊！你若被这，你若是伊的亲人，你就会惊哦，对吼，笑的，哦，思想叛乱，过去就是安尼啊。媒体辨识法啊，媒体辨识法，太雄雄，照这张哦，来看星星、月亮，你会用左边这一只还是右边这一只？望远镜嘛，对不对？那看白菌、看细菌、微生物，你会用哪一只？右边这只吗？啊，看月亮能不能用右边这只？可以的，为什么不能？只是你看不到啊。可以，实际上做得到，但是你看不到，你看不清楚。啊，看细菌能不能用这只？也可以嘛。你看不清楚，看不到嘛。所以你看什么东西就要用什么样的眼镜是正常的，你要换工具，换方法。今天大家来这就是要做这个事情的嘛，给大家一些工具，一些方法。你等一看新闻，你就知道。来看媒体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先看原文件，然后多方对照。你去知影原文，你若英文真好诶，外文真好诶，日文真好诶，会使先看即个外文、英文、日文等等，先卖看中文，因为台湾所有诶中文诶新闻已经甲咱过滤一寡物件过滤掉去啊，互咱看到诶新闻较偏离真实诶现象，所以你若会使着看原文。啊，所以你得多方对照。所以一个文件若是有英文、有中文、有日文、有德文等等，你得去对，啊，你得当知影哦，原来什么意思？这我最近发现的啦。要办美签，我们延续刚刚那个话题，美签你要办的时候，AIT 的网站有一个，您现在来当上网，你们可以找得到，有一个叫做美签小帮手，哦。啊，你给它点下去，它这边这个上面的地方有一个 English， 这个就是你点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英文版。第一个，这个美签小帮手会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美国公民？你是不是美国公民？哦，那我的发现呢？点英文版的时候，它这边就写啊 ，U.S. citizenship。你叫得讲啊，你是不是出生在美国啊，或者是你的双亲啊，哦，他是加五加 citizens， 你是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公民的意思就是 citizen， 哦，公民就是 citizen 哦。哎，这第二题了。中文叫做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加往下嘛，哦，并持有电子护照。我想，台湾有公民呢，表示台湾是一个国家嘛，唔叫一个台湾公民。但是安怎投票的？大家安怎投票的？公民投票？唔是啊，你是国民投票啊。咱摕国民身份证去投票，根本就中华民国没有公民啊。今天我甲转做英文，他变了呢，找不到基地证了呢。找不到公民了呢，就跑出什么国民呢？叫 national 啊。
所以中文世界会误导你啊。你去看英文，外国人真清楚，台湾人真模糊。这个问题是你是否为公民并持有这边安安尼嘛，对不对？啊，其实一英文干啦，一英文干啦那俩，你有没有一就是电子护照啊的安尼俩？啊，现在也中文在生下这字出来，应该是你是否持有电子晶片护照？安尼，啊，所以我讲出英文的说变安尼。我上网去查嘛，大家也可以上网查。国民、国籍、公民，但他都要看下英文，就是安尼。持有台湾电子晶片护照哦，对嘛？台湾护照给照出来好吧？台湾护照呢？你给我台湾护照？没人给台湾护照啦，不是。封面加了一个台湾就变台湾护照啊？如果封面加了一个台湾可以变台湾护照哦，我会自制加美国。哎，我得有美国护照啊嘞，干美三。你看英文，他只有写电子护照呢，他并没有写台湾护照。所以美国 AIT 的网站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啊，中英文根本就对不上啊，而且中文有误导的现象啊。我是怕他说的吼，他明天应该会改网站了，因为我们在直播的嘛，啊，美国有在听呢。那有一些讲师说一些话太过严，美国跟我们里面欢迎，啊，他就要修正了。没有台湾国啊，所以没有台湾护照啦。所以每天如果说了台湾护照吼，这种的语词你就要把它变过，中华民国流亡护照，这样你就清楚了。我们看一下影片六。来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喜欢，很礼貌，很人性的事。顾客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李自私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身上外交部这两个月就接获台湾护照跟照台湾对岸的询问信，有人劈头就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地区是领土范围，特向您提出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还有人直接称外交部长为同志，说：“部长同志，我是久居大陆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久闻中华民国民主之风盛行，最近美国又对台免签，让我对中华民国生活很向往，特别写信到外交部询问移民事宜。”会有机会，可能会考虑的，真是的。外交部说，大陆民众想申请我国护照很难，必须先放弃大陆籍，或者在海外第三国取得永久的居留权。你帮我稍微倒转一点点，倒转几秒钟，再一点点。好，等一下准备暂停哦，来。质疑会有机会，可能会考虑。好的，暂。就是刚刚下面有一排字出来那个地方暂停。中华民国生活很向往，特别写信到外交部询问移民事宜。会有机会。哎，我吧，台护照，这是有当时啊哈，因发觉有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因会赶紧修改，还是讲他会两个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字一直在混用，然后你把它连接在一起，吼，伊要甲你的神经线连做伙啦，啊，我伫遮的课是要甲你的神经线交断安尼啊，就是这个动作安尼啊，吼，来继续看。会考虑的，真是的。外交部说，大陆民众想申请我国护照很难，必须先放弃大陆籍，或者在海外第三国取得永久的居留权，或是在政治、经济、体育、社会领域有特殊贡献，例如像是诺贝尔奖得主，或是国际赛事夺牌。这几十年没有人因此申请成功，只能说台湾免签国暴增，连带的也让这本护照夯到询问度破表。这边新闻，崔龙群、林尚平报道。他都要讲的，这个很凶哈。
就是讲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名词的混用哈，在媒体里面不只是文字上的混用，它连语言上也混用。就是一起写跟你讲中华民国，一起写跟你讲台湾。啊，到底你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咱是啥物货？你乃当回到台湾吼，表示已经清醒了一半了。等一下还会再醒过来一半，我们还会回到上一层哦。我们好像做了好几层的梦啦，啊，我们从最底层的慢慢醒过来啊，醒过来上面一层再救下面一层的人，那呢啦，那就是今麦的显很凶的显呢。谁？赴美免签是给谁？美国是给谁赴美免签？台湾免签计划哈，我2013年，2013年，2013年的7月，我去美国，迄个时阵办理迄个签证。爱去面试，啊！伊个问讲，你要用英文，用英文甲你讲，伊拢是美国人啦，吼、哦！啊，伊会晓讲中文，伊嘛听有，但是伊就是用英文甲你讲，啊！伊用英文甲我讲，我去美国干什么？英文讲会用英文啦，啊！我来讲，啊！我要去玩，我用中文甲回啊，去玩，哎！啊！伊个问啥物回，我拢甲摇头，就算我听有，我嘛甲摇头，因为。你若听有，伊讲伊甲你问愈深，啊，你阁袂晓应，啊，你就袂过啊。啊，一摆5000几块呢？签证办的签证5000几块呢？啊，即摆毋是免签，即摆是电子签呐。你上网找了吼、哦，这个叫做免签计划啦，哦，免签计划。免签计划内底呢，你若看这个新闻内底，你注意甲看吼。哦，加允许来自37个参与国，这个出现了一个括号一。这个你括号一个点落的时阵，那网页跑出下面这一段。欢迎我们无好，所以我看无。这个呢，这个一段其实在另外一个网页有中文翻译，就是这些啊、哦。在台湾这边有一个一，那较早呢，伊是写台湾。我迄时阵办的时阵啊，迄个是写台湾挂号 ROC， 啊，即嘛无啊，所以 ROC 全面被封杀。哦，你甲点落的时阵，伊就是迄、那个一，就是即个意思。本文件提及国家的时候，应注意1979年台湾关系法，哦等等规定。在美国法律提及外国政府或类似的实体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时候等词汇，应包含台湾呐、啊。就是什么意思？美方的态度的意思就是说，当美国的法律只要讲到外国这个字，它应该要包含台湾在里面，跟着外国。就是安尼，爱叫下公提及国家之外。均因国家之外哦，就是说台湾不是国家啦，哦，在授权法案中提及国家之外，均因包含台湾，这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当台湾要改变这几个国家的时阵，也产生一个冲突，跟一个中国政策冲突，所以伊内底有这个美签吼，免美签这個、电子签这物件，内底有美角的呀。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台湾关系法为什么叫关系法，为什么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因为当它是两个国家的时候它就会是外交，那关系法阿德利的关系而台美关系法，所以是美国给台湾免签啊、哦、给台湾这个地区的治理当局免签。台湾是一个国家吗？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可是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护照，我们有钞票，我们出国出那个什么那个出口，
进口都要抽税了。后来民间户口才说，我活了那么久，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可是台湾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撞墙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不敢去面对啊？我们到底是什么不想去追问啊？有没电了？台美关系法，我给大家看，叫下第十五条，台美关系法第十五条，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什么意思？进行国际局势无同款的时阵，美国有该税款呐、啊，叫做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啊，到甲迄个金马国甲下给咪讲有？无嘛？外国人足清楚啦，只是台湾人无清楚啦。底下有下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根据等等，哈、哦，一结构点一。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哦。你若把的跟台湾治理当局去掉，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安尼的呀。伊就是写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一授权以及。任何接替治理当局，包括政治分支机构等，安尼，咱来看英文呐、啊。中华民国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个、啊。叫下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哦 ，recognize 承认 by USA， 哦，就是讲。这个 ROC 啊，这叫做 GAT 啊 Governing Authority of on Taiwan， 就是在台湾顶面的治理当局啊。咱现在感起来，像个政府，像个国家的这个单位，在美国的眼中，的认知里底，伊叫做治理当局。所以马英九，伊是总统，还是局长？哦，咱一群人足兴奋的去投票选总统，讲咱是民主，结果选出来是美国下面的一个局长，所以台湾人真侪起笑的。我们看一下影片七。历史关键时刻呢，自英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把我坐下来以后，我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设计好的，让他慢慢进入情况。我说，就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都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暂停一下，军售一下。这个新闻哈、哦，到今麦令应该也要解读出来啊，好、哦、解读出来啊，因为我他都要讲遐个方法甲技巧，你怎样去解置换出来。你哪个应该的看有啊？好、哦，咱绑了。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就讲了一般的。我突然就问了，我说台湾呢、啊？在报纸上这两天在报纸上说，哎，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啊！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好意思，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 Our policy is clear.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击。为什么？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这个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的时候，就讲了，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这句话不是严重的打击吗？所以呢，
后边这是伊家己的解释，台湾当天，好，这伊家己的解释，是美国的解释啊，两天掉了1000多亿，蒸发了1000多亿，台湾的记者就很服气啊。第二天在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面说，鲍威尔是不是失言，是吧？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没有，我们美国的立场一向如此。那这个话讲了以后呢，历史关键时刻，他都要某公联合国逐出台湾，对不对？啊，台湾有被联合国逐出哦。这个问题的前面是什么？台湾有加入联合国吗？没有啊，那台湾怎么会被联合国逐出？所以你把它置换过去，他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美国不许允许台独，对不对？对，因为台湾不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嘛，不享有主权嘛，而美国不允许台独，请问什么是台独？大家有去想过？过去捌感台独，才能救台湾，捌参与过台独运动的，哪会人举手？有无？免惊，我就是这种的，我就是台独的。过去我就是台独的。过去我所有的投票，拢投予绿营，我唔是啥物政党。但是我支持咱讲绿色的，还是讲绿营的这种理想。但是后来才知影，原来嘛是去用骗的。谁退出联合国？其实不是中华民国了。2758决议文，上网查，你只要找这个关键字2758决议文，你就可以找得到。原件，哦，就是原始的文件，2758决议文，我有帮大家截录下来。2758决议文叫下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三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联合国里面这个中国这 China 这个席次的合法代表啦。然后呢，把蒋介石的代表在他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了。中国人伊发生代志吼，伊拢有人解释，啊解释较足好听，怕输遭赢，我是转进了。我不是怕输，啊，其实他就是怕输撤退逃亡嘛，哦，啊，你若驱逐出去，伊讲汉贼不两立啊，汉贼不两立对不对？啊，什么人是贼？伊讲伊那边贼啦，啊，那边讲咱这边贼啦。我这句话修正过吼，伊那边讲咱这边的伊蒋介石是贼啦。咱吼，这个蒋介石的集团统治嘛，啊，他仇视他的敌人，对不对？啊，他也教导我们这样子啊，按台湾人真有贴心吗？哦，你用避开啊，对，我跟你真好，迄个嘛是我的敌人，结果咱已经袂记哩啊，今仔日二班呢，咱周身红台遐尼济人，这阵人过去台咱周身遮济人。今仔日二二八是要纪念还是悼念？纪念是何时开始纪念呢？结婚纪念日啊！啊，咱今仔日用二八纪念。啊，台是的这阵的后代子孙，有诶可能无子孙啊啦吼，后代子孙佮进入这个体制，佮因选举。啊，这阵人佮办音乐会。庆祝会，大家欢欢喜喜纪念228，那是什么会啊？那是什么会？阮祖先过生日，阿公办一个迄个同乐会，大家吃吃喝喝，真欢喜。办音乐会纪念，听个王叔叔。
害的人找无，加害者找无啦。啊，一群受害者伫遮，啊，加害者办一个音乐会，互你听啊真好，哦，感动，哦，改革民主。啊，加害者伫倒位？啊，便啊，动着这条神经线来讲，啊，你唔通撕裂族群啦、啊，挑动族群情感分化族群。要忘记过去的仇恨。我告诉你的祖先阿贵以后，我告诉你放弃以前的仇恨。说实在，我若要原谅，我也要知道我要原谅什么人，对不对？啊，我要放弃过去的仇恨，忘记那些东西，我也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啊不莫名其妙。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这是英文，立即出去驱逐。这 ，expel， 这吼 ，expel， 这个立即驱逐，我给你查英文的字吼，开除啦，开除啦，或是用西套路的字，开除出去了，就是他的权利完全被剥夺，吼，开除。台湾是啥物货？敢会使独立？咱敢会使独立？谁那袂使？想到没事，没有处处不答应，想到处处爱答应，主权了。来，台湾人，什么人想要独立？中华民国人啊。台湾人想独立吗？说台湾人想独立，他都要不讲中国脑、台湾嘴。台湾人想要说想要独立，其实他是中国脑的思想。独立是什么？是啥啊？那、北京话是啥？独立是啥？是啥名会？啥名叫独立？定义一下。哦，有人知哈？还有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从母国脱离，独立就是这个状态了。独立就是从宗主国，你是属于一部分的殖民地，你需要宗主国的承认，你是宗主国的殖民地，那你可以独立。你是要先有这种状态。第二个就是你是有一个母国，你是一部分的领土，你从这个母国独立出来了。这叫做独立啊。所以台湾有一票人越强调独立的人，那是什么意思？我要好大家看，独立是假议题，他是在欺骗台湾人的，他根本不是真的议题可以运作的。有一群人很想要独立哦，这一群不是民进党，不一定是民进党啊，民进党已经不想要独立了。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情，流亡政府就地合法化。民进党想要做这件事情，来，魁北克的是这个，魁北克想要独立东投，对不对？他要从他的母国加拿大独立出来嘛？讲到这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啦。我一个老师，伊是加拿大人，我就来甲伊讲。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其实甲外国人其实唔免想讲，是安怎？因为比咱较清楚啊。我就甲伊问嘛，歹势哦。我甲伊问，我讲，台湾，我就甲伊讲了一寡政治的问题嘛，吼。克里米亚咧投公投啊，还是讲苏格兰要公投啊？啊，我甲伊问这个问题，问了，伊就甲我讲。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们台湾也想要独立？我说，我得直接讲，台湾不能独立啊。那你的，那你想要问什么？我说，你们魁北克不是想要独立吗？你们魁北克想要独立啊？哎，从哪里独立 ？Independent from where? From Canada。台湾呢？台湾不可能独立、啊。来，这是一个宗主国大英帝国的领土哦，大英帝国啊，过去的大英帝国。全世界什么叫日不落国？
就是日头一直拢会照着伊所拥有的那些殖民地，叫做日不落国啦。哦，全球拢有遐尼济嘛，而且澳洲嘛、纽西兰这种后来拢独立啦，对不对？它就符合我刚刚说的嘛，它从它属于殖民地，然后它从宗主国独立出来，独立之后他们又回归合并成大英国血哦。但是有一些没有嘛，有一些没有，你注意看有没有？哦，有一些没有啊，但是多数都还在合并成为一个大英国血。那这个是苏格兰，他从大不列颠王国。哦，咱讲这个英国哈、哦，尤其是这大不列颠 British 这个国体啦，哎，以大英国血又更广，它是比较复杂的国体。要为家独立出来，伊的宗主国就是大不列颠王国啊。克里米亚从乌克兰要独立出来嘛，啊，加泰隆尼亚从西班牙要独立出来嘛，啊，台湾呢，为什么写花去回去啊啦？你问台湾的回去啊？台湾要从哪里独立出来？从哪里？我们想要从哪里独立出来？从中华民国啦。所以其实台湾的中国人想要独立，是因为过去有一阵子来的中国人，因为伊受着迫害，这阵人伊无想要统一的。但是嘛，有一阵人，中国人因是不得已来，伊是去蚕林抱一个稻啊，用拖来，要一个导游用拖来，伊的厝，伊的亲人都是伫迄边，伊是无愿意来，伊就想要回去的。啊，这阵人伊就想要回去的，所以这阵人想要统一，但是去用迫害过，伊无想要甲，伊知影共产党做食力的啦，所以伊无想要回去，伊想要独立，但是伊思想唔对呀，伊要独立是要甲这个体制伫遮就地合法啦，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是这个原因啦。啊，这阵人呢？伊伫咪共产党做无好诶，啊！要征求台湾人的支持，啊！所以咱台湾人就去支持，因为咱感觉中国做歹，共产党做歹，但是咱已经历史失忆症，咱袂记，其实这阵人开始上歹，今仔日二二八，一直咧提醒咱爱会记哩这段历史，毋是讲吼，今仔日上课了，等于你找着恁厝边，哎、欸。你是不是中国来的？哪一省？山东省？江瑞？不是啦，不是这個意思啦。哦，咱今天在讲这个法律、国际法的东西，是诉求理性，不诉求暴力的啦。哦，所以在台湾的中国人就分这两种，统一的跟独立的啦。啊，因为咱就受到迫害，咱就足艰苦的，咱就足不爱共产这个物件，咱已经感觉爱该自由啊，无想要共啊，所以咱来去支持。独立的这个啦，啊，其实你也问我个人的，因为我较爱统一，是安怎？因为我想要甲美国统一啦，我要甲日本统一啦，我要甲德国、甲荷兰过去嘛，甲咱统治嘛吼，西班牙拢真好啊。太统一就一定爱中国咧，是不是？我要讲这個，不是讲我真正都爱统一啦，我是讲，互咱搁较侪的思想的角度观点。咱唔当白伫遮统一，啊，就是中国独立，啥物意思？对中国独立出来啦。所以今仔日咱来一直行独立的路线，行到尾啊就死咯，因为咱会变作宣告独立的东西，就表示我认同我是中国的一部分啦，是安尼意思啦。中国、美国、日本。对台湾的定义都无同。中国伊对台湾的定义是啥？流亡台北的中国人，这叫做台湾。台湾当局，那伊对台湾这个领土，伊肖像，所以伊讲这是伊的领土，这是伊讲的。啊，是安怎伊会使讲？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伊也无签啊。今仔去菲律宾要讲嘛会使啦。哦，德国要讲嘛会使啊，甲伊无关系嘛。但是这个中国，伊就做享受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呐，互伊占着。哦，规个迄个太平洋西边就被他突破了。哦，
美国对台湾的定义就是流氓台北的中国人啦，啊，暗台湾，伊是伫台湾顶面的，啊，佮这就是政治台湾。咱即卖咧讲的法理台湾，就是其实美国知影台湾即块土地要佮军事占领，伊属伫大日本领土的台湾，主权要佮伫天皇的手头内底。所以美国的领地的台湾有两种，一种叫做政治台湾，一种叫做法理的台湾。啊，法理的台湾就是这种。但是呢，咱台湾人拢伫遮，拢趴伫遮。啊，沉睡的台湾人吼，对台湾的定义就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改国号制宪就会使啊，就像加入联合国，这个沉睡的台湾人。啊，佮有一种沉睡台湾人吼，就是讲。台湾要建国，要摆脱中华民国而独立了，所以把中华民国废除掉，就可以独立了。所以制宪啊、改宪啊，都是这个路线的。我们看一下影片吧。邀请台湾参与 WHO， 是于法不符、于理不容、于情不合。又看过吗？拒绝了，没听到会长做的决定吗？谁理你们？防疫之路加入 WHO 也是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世界卫生大会19号在瑞士日内瓦揭幕，我国是第7度推动参与世卫组织的行动宣告失败。中共发动了盟邦否决了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入会，我方立委代表团不满中共的言论，就在议场内大喊抗议，但被警卫架出场外。据台湾加油喊出台湾人渴望获得国际公平对待的心声，今年是台湾第7度争取进入世界卫生大会，9个中华民国友邦在总务大会的闭门会议中提案，以共同防治 SARS 疫情作为诉求，要求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世卫大会。中共副总理吴仪亲自坐镇督军，发动盟邦反制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我愿严正地指出，邀请台湾参与 WHO 是于法不符、于理不容、于情不合，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类似提案。尽管如此，美国方面还是表态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The need for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exists among all peoples. That's 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aiwan's inclusion in efforts against SARS and beyond. 当大会宣布不将台湾入会问题排入议程时，坐在旁观席的台湾立委李明宪高喊抗议，被警卫架出场外。还有台湾记者和中共官员因为立场不同引发口角。你在台湾想去外面吹口哨吗？早就敢拒绝了。没听到会长做的决定吗？谁理你们？虽然台湾无法如此以观察员的身份。心头啊，都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吼，过去的我会作硬的。啊，你中国啊，你是算啥货安尼啊吼？啊，他会安尼对待台湾人，但是咱过去咱唔知啊。伫全世界的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伊并唔是一个国家，伊是地理名词尔，那亲像纽约。那就像北京、东京，那是一个地区性的名词啦。过去咱不是台湾的，全世界不是叫咱台湾的。台湾这个名词是创造出来，会当模糊操弄。我头拄仔无给大家看，那个台美关系法吧，台湾这一个名词视情况需要，会当视情况需要，一起用模糊的政治语言啦，所以也当操弄的。有弹性呢，会当解释。啊，这个台湾可以把台湾的中国人跟本土台湾人包在一起讲啊。啊，中共伊在防堵的是啥？如果这一条路线如果会通，台湾可以加入 WHA 哦，可以加入 WTO，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加入，
啊，逐渐加入，到最后联合国也可以加入，啊，就独立了，就独立了。啊，现在美国的支持，因为防疫、国际卫生这些事情，你袂讲，我是一个美国人，我都袂得迄个中国人的病，敢袂？袂吧？病毒袂讲，哎、欸，你美国人哦，安尼卖得好，我来得日本人，袂吧？这是全人类的事情呢。所以伊较主张讲，哎、欸，台湾会当哦入会啦，就是安尼啊。台独这件代志，中国人拢在支持啊。孙文也支持过，毛泽东也支持过，蒋介石也支持过，胡适、周恩来都支持过嘞。大家敢知？敢过去敢知？唔知吧？你来看这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哦，念念念念念到这，你来看，伊讲吼，务其民族独立呀、啊。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是要帮助民族独立的，但是现在当然你没在实施什么中华民国 的什么教育宗旨，因为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实事上在台的中国人有一部分人他是想要独立的、啊、台湾民政府的台湾定义他多少说了嘛，中国人有中国的定义，中国官方的定义，美国有美国的定义，那我们台湾民政府是什么定义？台湾的地位诉求国际地位正常化了，然后我们现在的地位的状态，总态的是讲，伊未来会慢慢啊调整改变的。即卖就是日属美占了，迄个日属吼是指的是天皇属啦，哦，天皇是一个国家的法人最高位阶，伊是法人，所以所有的领土财产的主权都是那个法人的，是安尼意思啊。日属美占，先看看一个啊，这个时间点哈，有去请先那个台湾民政府新闻奖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哦呵，好起来，我咧袂少嘛。你去申请那个户籍登本的时阵，应该有看到咱的阿公阿妈是老爸老母因的这个出生的迄个时间嘛，哦，毋是交合的代证嘛。啊，大部分你注意个看啦，1895。下关条约就是甲午年战争，就是在这个期间，明治维新，明治天皇以维新的时候，国力变强了，整个亚洲最强，全世界那时候亚洲可以造飞机了。较早不是有一条歌，造飞机来到清朝的，其实吼，全亚洲能够造飞机的只有日本。然后那个看，这是甲午战争啊。二次大战的对，你记得所在，你昭和年，昭和年间，所以叫一个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哦。咱来看条约哈，条约的是两个国家法人，一个我跟你讲，大清帝国大皇帝光绪皇帝，当然后边还注明了，但是你条约的时阵是咧加国家法人。下关条约就是伫遮日本的这个所在，那个放大起来叫四国九州，国家是关岛，伫这个海口顶头这个所在。下关条约，日本时代帮咱，因为咱受过满化的影响，所以咱白卡，我的阿祖都白卡，哦，白卡其实做歹行，哎，这种其实是一个平权运动，你知道？一帮咱女性从这个被那种钳制的社会，因为你把卡里的摩托行动嘛，你刚刚提出来的，一帮咱女性做一个那个解放，然后女性跟男性的权利能够稍微相等一下，这就是平权运动，祖国的建设，这过去。北岛温泉，诶，加叫下，北岛新北岛亚，什么是亚？较早安尼讲前亚、后亚，是咧指啥？车站嘛，
吼、哦，车站嘛，迄是过去的迄种讲法啦，前夜后夜，台中新社。这种形式，过去咱拢有做，即马拢拆了了。中华民国有一条法律讲，那个毁坏、毁损，哦，啊，那个乌白擦啊，啥物货，等等，古迹者罚6000。啊，较早过来百间，过来千，诶，出来千间的这个神社，啊，拢互因拆了，啊，咱要去找上特，一间罚6000好啊，啊，要找上特。这拢是过去啦，啊，即卖有诶搁伫诶哦，介水哦，哦，你看这，你共一个所在，啊，这毋知高啥物色啊，高这毋知啥物，乌高官色啊，你注意甲看，即有鸡笼、鸡笼、鸡笼呀，文字的混用会造成我们认知的错乱。我问大家哈，基隆基台语怎么发音？不是啦，它也是鸡鸡，这个鸡呢，鸡嘛，啊，这个字龙，生意兴隆，龙没啦发音，龙嘛，啊，你两个做一贴，基隆，甲鸡人有啥物关系？因就是感觉因的文字文雅啦，咱过去就是鸡笼嘛，公鸡的鸡，笼子的笼嘛。啊，其实鸡笼其实是那个什么，平埔族的语言呐。你看凯达格兰嘛，凯达格兰，迄个凯兰、鸡兰迄种发音呐，啊，只是用汉语你甲倒起来，啊，鸡兰安尼啦。啊，安尼敢发得出来，什么是鸡笼？好来。这个所在，咱来看出一个，这个火车头，还是火车站头前，是不是拢有圆环？啊，即马电环踩啥物人？奇怪，咱较早这是对台湾哦有建设、有伟大的这个代志有帮助的，啊，咱家己纪念，啊，伊毋是来全部拆了，拢踩因家己的。过去咱有博览会咧，中国最近较办博览会咧，咱伫迄个时代都有博览会啊咧，佮做海报你啊看，过去博览会的现场，过去咱博览会，伫这个时代咱都迄个彩卷啊咧，伫这个时代啊，我是无甲资料找出来，咱伫迄个时代有彩卷，一旦有彩卷的时代是甚物意思？你有足侪钱会当来买的，吼、哦！你生活已经不用那么拮据了嘛，有多余的一些小钱可以做那个买彩券嘛？台中博览会啊，新竹车站现在还在，变成这样，只是下面的人都变成中国人了，中国脑的中国人。祖国的证明文件，恁注意看看哦，这护照是过去大清帝国发的护照哦。这护照照写，照一下，写这個，我放大给大家看。大清国福建泉州厦门哦，海防什么货我无后边无看的吼、哦。咱也看，伊只讲有一个这个华人陈无事。这应该是台湾人啦，啊，伊嫁过中国个啦。伊陈无事呢，一位厦门坐船啊，英国戴利斯就是 Tellis 啦，哦，一只船啊，也是讲公司 Tellis 个船啊，坐来遮，伊坐来倒位呢？日本国台湾。所以咱个祖国是倒一个？就日本啊，就是安尼啊。台湾个安平，伊是为着买迄、那个。伊才有写啦，伊这是伊想要回来，伊要返乡祭祖啊，伊要返乡祭祖啊。伊的祖先伫遮，伊是啥物人？就是安尼，来，天皇的诏书，就是因为这张诏书
天皇是这个国家上界权的法人，伊所落的命令，和宪法产生效果。啊，我请问大家，宪法较大，还是天皇较大？天皇嘛，吼、哦，中国人的思想就过来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宪法较大。我和宪法产生有效，当然我的权力也是权力较大，才会和宪法来牵制我啊。当然天皇不可能犯罪啦，我讲的不可能犯罪，意思是讲不可能犯宪法那边你所一定的罪啦，吼、哦、啊，所以这个位阶关系要搞清楚。我看了这张哈，咱拢是这张的吧，拢是这款的嘛哈。你也看，较早有福，福是啥物意思？福是啥物意思？语言呐、啊，你讲福建话，还是讲这个福州话，还是讲河南话、闽南话，拢叫做福啦。啊，叫一个色有无？色就是吼，曝日头曝半工去啊，所以色啊。唔是啦，色就是色番呐，在地边播作的色。什么叫做色？就是话色块会通，叫做色。啊，会通，但是你是边播作，但是咱是边播作。啊，那完全未通的呢？青疏嘛，叫做青番呐，较青疏嘛，因为你拢未通啊。啊，较早要甲青番。要做迄个买卖，爱有一个习惯做翻译，安尼，啊，所以当然，陈欢被用来骂人家不讲理啦，哦，难沟通啦。那我们现在不要用这种语言了啦，哦，现在不要用这种语言了。你看这个签啊，户籍成本有签诶，这是卖清兵诶，唔是啦。这是清朝清国那边来的人啊，著名清啊，啊嘛有汉，知影伊是汉族的啦，清朝来有满族的，满族啊，啊嘛有汉族的，吼、哦，嘛有汉族过来。所以咱咧讲的法理的台湾人所讲的，就是1945年九月初二进前。拥有日本国籍的本土台湾人，以及因的后代，咱这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哦，这叫做法律顶面的台湾人。啊，有人讲啊，您参加民政府的人，拢要做日本人啊？是安尼讲的，有人安尼讲。过去哈，蒋经国过身之前。我认为我是中国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做一个乖乖巧巧的好学生，啊、哦，过去学校边拢弄写嘛，门口入去都写。结果一直到蒋介石过身的迄时阵，我老爸甲我讲二字八字经，我甲怎样讲啊？为什么我们老师没有教？老师会教就有鬼啦！我甲怎样？原来。我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啊！哦，过来，一直到我去台北上班，去一本册店叫做台湾的店，哦，伫个罗斯福路一附近遐台湾的店，我看到诶、欸、有平埔族的，过去哪有平埔族的？我去遐呢，我去生潘，哇，原来我唔是台湾人呢，我是平埔人，平埔番。哦，我伫水边的番，因为我搬来底有三点水啊。哦，来到民政府，钓狗啊，我变日本人，国籍啦，国籍啦，国籍，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后代啦。哦，啊，伫历史上，咱有平埔的这个 DNA 对啦。咱不是要做 DNA 上面的日本人、啊、所以林书豪是什么人？啊？
想到家里个唔知我咧问啥？林书豪他拿什么护照？啊，美国人嘛，在法律上的认定他就是美国人了。啊，记者就去访问伊阿嬷嘛。哎、欸、呀，恁林书豪什么人？奇怪，他还去问伊阿嬷，讲伊林书豪什么人？林书豪就是因孙啊。哎、啊，阿嬷当然讲伊是台湾人，对不对？所以伫新闻媒体咧讲你是什么人，什么人的时候，你要去知影讲伊到底是咧讲伊的血缘关系，还是咧讲伊的国籍，还是咧讲伊的思想认同？所以马英九的出鼻啊，马英九什么人？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国籍。伊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哦，啊，伊的嘴是什么人？啊、哦，恁安尼分得清楚了吧？其实实际上，这个在国籍上面，马英九也是大英国血的人哦。以香港出席的嘛，对不对？所以您来看我嘛哈。呵，我们放一下那一个 color change 的那一个影片，最好更好大家看一个影片了哈。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一下。那个，他都啊，有看到什么物件，迄样换色去啊？有人讲衫，有人看到衫，迄样换色去无？敢有？啊，佮有甚物货无？敢有？纸牌。有看到纸牌，迄样换色去的牙签。哦呵，啊，敢佮有？无吼。我们再继续影片看好了。伊甲恁讲，这影片内底有四个所在，除了纸牌以外哦，还有四个地方的颜色被变换了。一个是安尼嘛，对不对？伊讲用较快。一角度来看这个整个现场。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咱头拄仔看的拢是头前这个人，这机的摄影机的画面。Now got a blue back.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but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This is what I'm saying. So, we're going to say that the media is going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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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真正你需要看的，你看袂到。所以他对我讲，遐尼侪新闻报纸，遐尼侪媒体咧报台湾民间会消息，是啊，台湾人拢看无，因为这现象。头前国际已经咧变化，但是咱拢永远咧看伊第一支镜头的焦点，后壁咧变化啥物件，咱拢唔知。最近阁一个新闻起来啊，主席，你甲看主席这個新闻会做偌久？伊做愈久，暗藏事实还是暗藏的代志，会现象会愈侪。所以，希望今仔日这个课会当帮助到大家。今仔日的演讲到这，多谢。